保牙、保龈、保笑容，一起照顾你的口腔健康。我是三宝牙医吴医师。今天九月十四，礼拜六，我们一大早就从5点多起床，很开心，因为今天要学新的东西。坐最早班南港的，6点15分的高铁下来，哈，到这边已经8点多。来再坐计程车，赶快来85大楼这里哈，大家可以看到85大楼哦，这 TK85是显微治疗的教室啊哈，台湾只有少数几个有显微镜的教室，因为今天的课程是用显微的课程啊哈，下面就是高雄港哈，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要上冈口守雄老师的课程啊，他是日本显微审美的老师之一啊。主要是教授显微根管的部分。那老师最厉害的地方是治疗什么裂掉的牙齿怎么救这也是我们保牙的课程里面最后一里路很多病人以前来真的已经裂掉了，那就没办法我们现在跟老师学完之后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学啊这是我们的课程。噔噔，真的很辛苦，一大早6点多下来到现在。今天冈口老师是教我们怎么将裂掉的牙齿裂掉的牙齿把它救起来。今天是礼拜六所以吴医师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课，所以就不要再说我礼拜六为什么没有上班，因为礼拜六都是我们进修的日子啊，很多课程都是我们进修的日子礼拜天当然不用讲了让我休息一下，我已经礼拜一做到礼拜五礼拜六，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都还要上课，我们今天已经连续上2天，今天是第2天的课程所以几乎都没在休息，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跟冈口老师学裂掉的牙齿，因为我们临床上有时候会看到那种裂掉的牙齿，裂掉的牙齿不是上面裂掉就是下面开掉或者是整个劈掉所以它是用日本的一个粘剂去把它两个连起来当然这样粘有它的什么当然老师这样追踪下来可以发现说大概1/3的牙齿可以用超过10年啦老师自己追踪了到差不多1/3的牙齿可以用超过10年，所以很多以前我们以前有些患者来裂掉牙齿我们真的是只能拔掉，现在老师有他的做法是跟治疗的过程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是跟老师学这个裂掉牙齿怎么把它粘起来不管是口内粘还是口外粘来做更好的保护性，然后之后再做牙套把它套起来这个做法就是老师追踪三十几年的新医我们这样子这2天的上课操作的课程把它精华把它学起来来让我们台湾的病人有更好的治疗可以做可是这个过程都是要我们也是在慢慢练习所以也是要这样子上课来学习，不管是牙周病根管我们保牙保龈保牙的部分最后一礼物就是要把这个裂掉的牙齿把它粘起来把它里面脏东西把它清干净用特殊的粘剂把它再粘起来所以你这样子的效果好不好，有时候大概老师的经验1/3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影片我们跟老师一起合照还有今天的上课记录所以我们真的很辛苦在保留牙齿上面保留牙齿的方法真的是不是所有的医师都可以接受啦怎么说，因为现在台湾只有植牙大家都觉得每个医师都不想治疗，所以你真的想要有心在保留牙齿方面的医生真的不多，所以这次的课程全台湾招募很辛苦，主办人跟我们说招募下来也才只有12个人想要上这次的课程也真的很贵2天的课程是要价是10万块将近10万9万8
所以一部分的医生是觉得哦费用很高啊，我们诊所本来约其他的医生要来上，他觉得哦费用很高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啊、第一个要用到新技术，哦，那新观念，啊、哦，新的材料，这些都是健保没有给付的啦哈、哦，所以要把哈、啊、裂掉牙齿粘起来是健保没有给付的，可是呢。这也是比较新的啊，最近这是老师发表文献、也是最近这十年的发表啊，追踪下来，有时候我们治疗啊，要看一下他追踪多久哈，啊，老师追踪十年以上，大概三分之二的牙齿都可以保留下来，所以用到新材料、新观念、新技术，这些都是要自费，啊，用显微镜下操作才可以把里面的感染源把它去除，然后用新的材料把它粘起来。哦，这个材料以前就有了，只是后来台湾厂商就比较没有进啦哈、哦，所以这个材料我们也是很珍惜在用。所以有新的东西，有新的材料来针对保留牙齿的部分，我们当然是第一优先去学习呀、啊、哈、哦，这样子才能让我们手上的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达到他想要的治疗哈、哦。所以噔噔，哥做这不是。治疗是艺术哈，所以你这样子保留下来的牙齿啊哈，如果真的有新的患者，我们就会帮他治疗。可是呢，就是当然这些治疗都要花时间，花我们不同的技术来帮患者治疗啊哈。所以这次的课程真的是机会难得啊哈，因为老师上次来台湾呐哈，已经是。是疫情前了哈，老师已经高龄七十几岁了，不是很常来台湾啊。这次真的很开心，能学到一些新的东西，能帮患者啊哈。所以虽然保留牙齿真的很辛苦，所以大部分的医生，台湾的医生都不太爱做，连课程，total 的课程可以报这个教室可以有二十几个、三十个来报名。可是我们也才，主办的人才招生到十二个，真的很辛苦啊，就是台湾真的没有人要做这一块，当然有新的东西，我们当然是第一个学习，真的上课真的很辛苦，而且这次又从台北下来，真的很辛苦啊，可是呢，能学到东西来造福我们北部的病人，我们真的很开心，最后呢，如果是你，要植牙还是要治疗？自己的牙齿，你愿意花多少费用去保留你这一颗牙齿？你愿意花植牙的钱来保留这颗牙齿？用个五年、十年，你觉得 OK 吗？还是你只能接受少于植牙的钱？还是你可以接受超过植牙的钱？就为了保留牙齿，那你觉得能保留牙齿的医生比较厉害，还是会做植牙的医生比较厉害？我们跟你分享说，如果你的医生连你的牙齿都不救了，你的植牙五年后、十年后如果发炎有问题，他会救吗？连天然牙都不会保留的医师。只会植牙的医师，等你植牙有问题，他会去处理吗？你们这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你们去想想看。第一个问题呢，你愿意花多少来保留那一颗牙齿？第二个问题，如果你的植牙医生连你的牙齿都不保留了，如果你的植牙出现问题，他会去救吗？你们想想看，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谢谢。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跟订阅，拜拜。